哎，叶姑娘，对不住了啊，都怪我们，我已经托人去找了，我一定找一条最好的猎狗来还你，啊！不用了，这丫头可真够凶的，她真是巴托老叔的女儿。 丫头，是不是你把狗放到獾子洞里去的？耿三儿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啊！你倒说话呀！你这次回来就像变个人似的。嗯。阿爸，那你也跟我说句实话。 耿三儿以前到底是干啥的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是说过了，但你说的不是实话。我记忆中，我阿爸不是一个随便交朋友的人。日本武装开拓团。 把许多日本的风俗带到了中国。为了驱魔招福，开拓团每年播种前都要搞一个仪式，称之为结婚。哦，你。 到了那边，一定要记住，千万不能伤害女人跟孩子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去吧。哎哎哎哎！我尼瓦索多，福库瓦乌吉。
刘长官，刘长官，这些日本人都属驴的，你不打他们老子，给我打！你不是他的，给我打！你不能打老百姓啊！老百姓也是日本人呐！啊，刘志，你是要逼我抢你地盘是不是？哎呦喂，刚长官呢？你这想干什么？ 老九，哎，告诉弟兄们，尽快打扫战场，赶快离开。哥，该归咱的货物已经点完了。好，回山。哎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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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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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要去救他们。等等！哎呀，再等下去，生米都煮成熟饭了。人当然有救，咱跟智勇帮已经说好了，活口归他们，咱们贸然去救人，这不是言而无信吗？哎呀，张炮呢？你想的太多了。老九，老师，跟我走。哦，哎。今天高兴，回去都他妈喝喜酒啊！呀，你他妈还折腾啊？折腾你，叫你折腾！哎，你们这些人啊，都给我听好了，这几个妞归老子了。凭什么？这妞是我们的。凭啥？就凭我们十三行。你们是不是柳子？懂不懂规矩啊？啊，两家不是说好的吗？活口归我们，你们凭什么带走？就凭这个，够不够？啊？放人！快放人啊！哎，里边情况怎么样？报告齐金佐，情况很严重。啊。哎，雪琴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出这么大事儿，你就让我来看看什么情况啊？小心啊！他们都怎么样了？有几个受了枪伤，正在抢救，其他大部分都是受到惊吓，没什么事儿。哦。你到那边去，我问点事儿。哎，这世界上真有鬼啊！鬼？听说昨天打开拓团的都是一些可怕的鬼啊。是吗？那这事儿我们更不用管了。阳间的事儿我们还管不过来呢，还管得上妖魔鬼怪？我觉得呀，那些鬼就是他们自己。日本人嚣张跋扈，惹得人神共愤。嘘，说什么呢？不要命了？我说错了吗？你说你这脾气，跟你在上学时候一样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不许胡说啊。我走了。嗯。哎，我晚上请你吃饭啊。十三省的人不仅抢走了咱的活口，还打伤了咱帮的一个弟兄。还说啥？咱智勇帮算个啥东西？十三省想要的人从来不需要理由，
大掌包的，这分明不把咱放在眼里嘛。那几个活口呢？抢走了三个姑娘。那几个姑娘虽然不算啥沉鱼落雁，但也是一表人才。就这样给抢走了，咱还咋混呢？奶奶的，石三省竟敢说话不算话。哼，既然你们不仁，也别怪我刘老大不义。去把几个山头的弟兄们给我集合起来，把人给我抢回来。是。大掌包，大掌包，大掌包，石三省的掌包又来了。什么？他还敢来？奶奶的，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他敢进来。弟兄们，刀枪伺候着，今天我要不出出这口恶气，就是你们十三省的孙子。走。大哥，别急嘛，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。他们来了几个人啊？一共四个，说是来还咱东西的。什么？还东西？还什么东西？就那几个活口。坐啊，坐。二位掌包的，兄弟们的脾气有点暴躁，多有得罪，还望二位掌包的多多包涵。哎，耿掌包的客气了啊，这国有国法，山有山规，既然已经定好的规矩嘛，那咱就按照规矩办。大哥，既然耿掌包把东西都送回来了，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。耿掌包的，你不会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吧？有。哎哎，请讲。这道上有道上的规矩，可朋友也有朋友的规矩。怎么说呢？这事儿啊，也不能全怪我的兄弟们，要怪就怪我，因为我耿三儿看上这三个活口了。耿掌包的，这事儿咱们都事先说好的嘛，啊，活口嘛，归我智勇帮啊。没错，活口是该归你们，可是我耿三儿就偏偏看上这三个娘们了，你说该咋办呢？凤凰虽好，终究会落在梧桐树上，这几个娘们啊，归我智勇帮喽。大掌包的，别把话说的那么绝，咱就不能商量商量？这事儿没商量。好，那咱就交换。交换？对。怎么个交换法呀？我拿烟土换这三个女人。烟土？耿掌包的，果然爽快。那这换来换去的没劲。再说了，耿掌包，这烟土可比这三个女人要值钱的多啊，你要吃亏的。对我耿三来说，只要是我耿三看上的东西，我就一定要把它弄到手，亏不亏本我不在乎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换来换去的没劲。对，换来换去的没劲。二掌包的意思是，谁有能耐谁就抢了。看谁活的，屋里看看，快点检查一下，看看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。这谁地盘？六蛇帮啊。六蛇帮？是啊，这地盘原来就是六蛇帮的呀。哪有什么六蛇帮啊，这六条蛇都死绝了，难道是他们闹鬼啊？啊，哎，叶先生，昨天我到医院看那几个受伤的日本兵，我听他们说好像真有鬼啊。昨天是日本人的节分，日本人搞那个什么什么招福驱魔，会不会真的什么鬼魂出现了？
驱魔把鬼招来了，这帮鬼还真会挑日子。我看这六蛇帮啊，就是跟抗联有勾结，是吧？是，我觉得就是这样。行了，你们警察署的把这拾掇一下啊。哎，咱们城防团的去那边看看。哎，走走，咱们到那边去。是，走走走，赶紧，赶紧收拾一下。哎，好嘞。好，耿长包的，那咱们就赌一场。赌？是啊，你要是赢了呢，这些女人就归你；你要是输了呢，这烟土就归我喽。啊！我们十三省曾经砸过你智勇帮的场子，看来你大掌包是想拿我出气儿啊。哎，耿长包的，你要是不愿意呀，就算了。这女人嘛，还是我的，烟土嘛，你拿走。好，好，好，那就照你的办。要是我赢了，这三个女人归我；要是我输了，烟土就归你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摆台。太君。叶总团长。我刚刚摆平了土匪间的争端，天下应该太平了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？太君，我一定抓住主谋，严加惩处。你认为是谁干的？太君，现在谁都有这个可能，抗联潜入的十三省啊，智勇帮啊。行了行了，不说了，你把所有的人都列出来，一个一个查。是。去吧。刘大长官，你是东道，你定规矩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咱们三赌两胜啊。好，输赢无悔。嗯，请。请。单是我，双是你。耿长包的，开牌吧。你输了。没听说咱们长包的会玩这个。刘志是逢赌必赢，那要输了怎么办？走着看吧。要是输了，咱就把刘家兄弟制住。这人呢，咱们是赢了得带走，输了同样也得带走。说啥呢？谁说长包的会输？
彩排吧。你看。大展宝，承让了。行行行，这几个活口啊，归你了。老七，展宝呢？把人带走，把烟土给智勇帮的兄弟们留下。哎，展宝的，这我们是赢家，愿赌服输啊。哎，虽说赌场上无父子，可是在道上不能没朋友啊，刘大掌包，我耿三谢了。走，走，等会儿，快点。哥，你是怎么发的牌呀？你说我怎么发的牌？我不就这么发的牌吗？那怎么还能弄出个爆连爆呢？奶奶的，耿三儿这个瘪犊子啊，竟敢在我眼皮底下撒滚！张猫了，哎，我就寻思不明白了，刘志是赌场高手啊，逢赌必赢，他咋就输给你了呢？张猫了，我也没听说你会那牌九啊。刘志的牌啊，打的确实是不错，可他的运气差了一点。张猫了，玩赖了吧？藏牌了吧？不能啊，长牌这不都看着了吗？老九，把牌拿出来吧。啊？哎，身上藏了多少张牌？拿出来，快点。藏牌。哎，好啊，你们哥俩合伙玩了呀？哎，在察哈印金矿，谁不为我们哥俩玩的心惊肉跳？不管咱耍不耍赖，我这不是为刘志着想吗？你可拉倒吧你！你合伙把人家玩俩赢了，还说是替人家着想，你是不是想把人活活气死啊你？就算是咱输了，那几个姑娘不一样得带走吗？嗯。再说了，我怕你们真的跟他们动起手来啊，万一失手把刘志的脑袋给拧下来，不合适啊！这个，我把他脑瓜拧下来呀，算他命大。好了好了，快走吧。走走。
开拓团被打跑的，哎，听说是被鬼打跑的。鬼谁打？打不跑，我哪能打跑？赶紧喝，哎，喝，哎，喝了，快，哎，你过来，来来来，干干干，来点酒啊，干干。哎，小二啊，再来壶酒。好嘞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喝个痛快。关东军要求限期破案，啊！立即查出凶手，严惩不贷，明白？嗨，嗨嗨嗨，是，卑职都明白。卑职马上去办。嗨，嗨嗨嗨嗨嗨。老爷，是不是日本人急了？哎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连关东军司令部都惊动了，他们能不急吗？老爷，依我看，咱们也得提防着点儿。你说这六蛇帮活着的时候吧，不让人省心；你说这人都死了吧，还是不让人省心。看来这活人倒不过鬼啊。长景啊，你真以为打日本开拓团的是六蛇帮那六个鬼闹的事儿吗？不是，是人，活生生的人，而且是谁，爷心里比你都清楚。逞一警百，杀鸡给猴看，这招使得不错呀。老爷，那你还是怀疑那十三省吗？长青啊，哎，咱们赵元这儿有几个铁匠是打刀的好手啊？你这是啥意思啊？日本人在现场发现了一把刀，啊，一把很特别的刀。张包子，你找我。老七，前天晚上的战场都打扫干净了？打扫干净了。咱们带去的东西都收拾了？差不多吧。啥叫差不多？那我再去清点清点。不用了。咱们去了88个人，带了56把老八铁匠铺特制砍刀，一人未伤，一人未死。可带回来的砍刀只有55把，也就是说，还有一把留在了现场。张包子，在战场上这是常有的事儿，不就缺了一把刀吗？现在的战场跟咱以往的战场不一样，容不得一点闪失。这种刀是老八铁匠铺用祖传秘方打造而成的，整个三赵地区只有乔记没有第二家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我再去找找。老九已经去找了。老七，就这件事，我只想提醒你，咱们任何一次疏忽大意，都有可能葬送咱十三省。任务完成了，你们回去吧。
老齐，哎，马上通知老爸，打道的工作立刻停止，把现有的存货尽快转移走。是。哥，你许氏丢在别的什么地方了？当时那么乱。不管丢在哪儿，只要没找到，咱就得有接受最快情况的准备。吃饭了。你去吃饭吧。哎，哦对了，给那三个姑娘送点饭去。哎，嫂子。哎，你干啥去啊？老齐老师他们在林子里练马式，我给他们送饭去。这点饭哪够吃啊？够了够了，再盛点。哎，够了够了。哎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老九说老七和老师在林子里练把式呢，要给他们送饭，就送一碗饭，那哪够吃啊？我再给送点去。哎，这林子里啊不好走，还是我去吧。啊，对了，你看我这衣服啊线都开了，你帮我缝缝，一会儿我还穿呢。啊，来。你认为是什么人干的？肯定和抗联有关，只有抗联才会有这样的刀。抗联部队被困在山里，我们也没有发现西京纵队有任何活动的迹象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这件事应该出自那些野狗当中。开拓团是大日本帝国的骄傲，是得到过天皇陛下勋章的，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般性争夺地盘的事件。叶永年在干什么？一直都在调查，不过我觉得雷声大雨点小。他是在做样子在给我看。在中国这叫演戏也好，他大张旗鼓，你可以暗流涌动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。嗨，这啥破刀啊，这么不经使唤。哎呀，这是我们这最好的刀了。这刀不行，你再给我打几把好的，要多少钱我都给。客官呐，这是我家最好的刀了，你要是认为我们家刀不好的话，那你就去别的家吧。怎么着，老子照顾你生意是看得起你，这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我呀是没这金刚钻，我是真不敢揽你这瓷器活啊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指个地儿，那儿有好刀，来。你呀从我这儿出来啊，往这边走啊。那个人是谁啊？看到那儿有一个幌子了吗？你往左拐，在你右手的第三个门那儿有好刀。他们给谁打过刀啊？宪兵队皇军的刀。不认识，从来没见过。不是叶永年的手下？不像。别看叶永年权倾一方，
可他从来不纵容自己的人在赵元城胡作非为。这个人不是本地的。哈尔滨？难道咱那把刀已经落到渡边正雄手里了？可真够快的。看样子不像。这个人在瞎猫碰死耗子呢。哎，张宝的，那三个姑娘怎么办？总不能把她们一直藏在地窖里吧？等过些日子再说吧。咱想想办法，把他们送回西峰山去。嗯嗯。来。哎，夫人，我来。气咋样了？夫人，马上就好了。哎，好使吧？放心，夫人，不好使啊！你把我们兄弟牌子砸了。来，洗洗手吧。啊，来。好好好。哎，给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啊。哎，走。哎，慢点走啊。哎。回来啦！谁？上锁了。